边稍微烫一下，因为这两大都有酱。小黄瓜没有，因为小黄瓜它是，因为它生的也可以吃，就是这样子蒸很快。对，因为这个玉米粒其实它的它也很快熟。事先都准备好，就是很方便，所以我们大概就半个小时内就可以开饭。因为我们那个职业妇女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只能这样子。颜色它比较漂亮，多加就好了。